开玩笑，他这个你看，他叫手掌，他你可以整个盖起来，我可以把它盖起来，真的太大了。你们真的很大颗哎，你们超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mson。那因为最近疫情呢，我都一直待在家里面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出去了。马来西亚的确诊人数还是一直。到至今为止已经大概破万了，那我在台湾我都一直待在家里面，很久没有出去吃一顿好的，坐在餐厅里面好好 enjoy 一下那个气氛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在家仪式感是要有，所以在我桌上就是台湾的一个异国料理餐厅 Sunny Queen 所推出的鸡佛披萨。鸡佛原名鸡睾丸，白话文鸡蛋蛋，在我马来西亚家乡西部称之为鸡吼吼。民间流传着吃鸡佛能以形补形，甚至有壮阳的功效，但这说法到至今仍缺乏根据。最常见的料理方式就是爆炒小麻油，除了在台湾的热炒店可以看到，它也是产妇月子餐最常见的催乳料理。有些人喜欢，有些人不喜欢。废话。那我再打开过后啊，我有点被它的鸡吼吼吓到了啦，俗称的鸡吼吼，大概5到6公分左右啦。这个听说是用火鸡的吼吼去做的。那其实今天我这个不算是一个挑战，算是一个简单的开箱试吃，因为其实我还蛮喜欢吃鸡佛的。像之前啊，台湾披萨还有推出一个什么皮蛋香菜猪血糕披萨，那个我真的是不能够顶哦，看上去是不能顶，我真的是不能顶。以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，那鸡佛我都只会在可能家里有煮鸡汤的时候啊才会看到，然后通常在我家里都是我二姐吃，因为可能以前我外婆啊或我妈妈他们都不敢。他们老一辈人都讲说，男孩子不可以吃哦，男孩子不可以吃哦。我那时候我就很怕死，就想说，妈的，吃到会怎样？后来我就一直都不敢吃，我怕吃了过后可能我的蛋蛋会，但你知道人都是叛逆的，这次咧台湾真的是有点疯，他们就是这样把鸡佛放在披萨里面，我就真的更好奇哦。我想说不用想那么多，我一定要吃。那Sunny Queen这次总共推出3种口味，分别是日式柴鱼鸡佛起司、泰式风味鸡佛起司，还有海盐鸡佛起司。那因为我一个人没有办法吃那么多，所以这次我只买一种口味，就是泰式风味鸡佛起司。那我们废话不说，我们马上试吃。它鸡佛真的是很大哎，这个是那个香料鸡佛，它已经超过那个一般的披萨，有点大颗。我试试看，老实讲其实没有很明显的感受，因为其实你吃下去你感觉不到它是鸡吼吼，因为它其实它已经有其他一些 cheese 啊在上面，我觉得它已经有盖过那个味道，所以你吃下去其实就很像在吃普通的那个披萨，但是它算是好吃的。你如果不知道，其实你根本不会感觉到它是鸡佛，因为其实它现在有点冷掉，它冷掉至少味道就还不错。我网络上他们都说吃下去的时候很 juicy， 可是我觉得我没有 juicy 的原因是我放太久，它现在已经冷掉，可能干掉，里面没有太多那些汁了。所以如果你有吃过鸡好好的，你就知道说鸡好好它其实咬下去的口感是那种很嫩。如果你有吃过猪脑或者是豆腐，就大概懂那种感觉。它现在已经有点冷到下去，就是一个有点烂烂的东西。我觉得没有这个鸡佛的话呢，它其实披萨算是好吃的。其实我不喜欢吃太厚的披萨，这个披萨的皮是很薄的，它下的那些食材我觉得也是中规中矩，简单好吃。那可惜我在住的家是没有那个 oven， 不然的话我就觉得我应该会再加热一下吃，应该是会蛮好吃的啦，加它这个香料。加九层塔或者就九层塔的味道，可能九层塔会去一点小腥味啊。我没有吃过这么大的鸡佛，平常我们吃那种麻油鸡佛都没有这么大。超大颗的，超级大颗。我觉得蛮好吃的，其实有时候很多人会怕是说这个东西它会有个腥味，这个真的比较没有什么腥味，是真的还蛮好吃的。等我再吃完2颗过后，我才真的是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你觉得新鲜，你想试试看是可以的，但是它真的不会很耐吃，吃多有点腻。总结来说，如果你抱有新鲜感啊，你真的是可以买试试看。它其实也不会到很有违和感，因为毕竟那个鸡扒其实没有太多的味道，而且我点那个泰式风味，那个口味，它其实基本上是盖过那个味道，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披
实啊，我觉得真的非常可惜啊。今天因为我吃的手都已经是冷掉了，我没有办法在就是它最新鲜的当下吃到，所以不能说有吃到最真实的那个口感。我觉得这个是也非常可惜啊。然后这次的价格，这样一片台币288，以这个尺寸来说，大概2到3个人吃是刚刚好的啦。好啦，今天就差不多啦。那如果你跟我一样也喜欢吃鸡佛的话，你现在就在手机面前比一个赞，然后跟我说鸡好好好吃，不能顶。那如果你不喜欢吃的话也没有关系，你可以学我的家乡话来，我教你来，跟我念一遍鸡好好，来跟我念一遍，呼吸来，鸡好好。好，祝大家健康平安，大家防疫快乐。我也希望不管是台湾或者是马来西亚，应该说甚至全世界都可以越来越好，然后我们可以赶快的团聚吧。我们下一次影片见，拜拜。我这样一直讲好好是不是很奇怪啊？还是要讲鸡佛会比较好，但我是想讲鸡好好哎，管他啦，就用鸡好好啦，随便啦。真是对不起了，火鸡叔叔、火鸡哥哥、火鸡弟弟，真是对不起了，真是很抱歉。但是佩服你们，你们真的很大颗哎，你们超大，你们真的很强大，真的太大了。哎，真的，你们。